彭州文东的木桑海 Organic Farm 是个有机水果种植园，红毛榴莲是该果园的主要农作物。那里种植了700棵的红毛榴莲树，每个月可以生产过1000公斤的红毛榴莲。但这些果实在成熟后却不被带到市场去售卖，而是进入代工厂制作成相关产品。因为我们的那个种植是有机的，所以如果我拿去市场卖啊，变成有机的东西，你知道呢，那些收购商啊会给我们很低的价钱。而且红毛榴莲是一个很难搞的水果来，如果你熟了你拿去卖，你一两天卖不出，它就会软了啊，所以样子不美了，就很难去卖。所以我们就收集了，放在结冰，可能一两个礼拜有大量了，我们就一起拿来做酵素。做了酵素反而那个营养啊价值全部会收集在里面，而且酵素它是没有 expire date 的，所以我们要放几久都可以。制作水果酵素的本质就是自然发酵的过程，而有机水果更能符合制作酵素的先决条件。你知道红毛榴莲它是有机的，是比较偏甜的，所以我们偏甜的东西我们做酵素出来啊，它的乳酸菌，因为它乳酸菌那个菌啊喜欢吃甜的东西，而且它乳酸菌发了更快更漂亮，会更多那个菌在里面，所以我们就拿来做了酵素，就是很成功的地方就在这边。红毛榴莲又称为刺果番荔枝，其果肉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C， 可增强人体的免疫力，因此深受市场的欢迎。除了酵素，园主许文海还将红毛榴莲的果肉用来制成醋和果酱等，多元化开发下游产品。开始我们是收集那个水果，刚才我讲了，收集了一两个礼拜我们多了，我们就拿来工厂这边给它软化了那个结冰，然后我们扒掉那个皮，剩下白白的果肉，果肉呢我们就拿来装在那个大桶里面，然后好像酵素我们就加那些黄糖跟煮过的水，就放在那边发酵3到4个月，它自然发酵了，就天然有那个2%的酒精在里面，那个是自然发酵的酒精，不是加下去的酒精，所以我们成功的时候它有那个酒的香味，果香味了。醋也是一样，只是它的原料不一样，醋我们是加果肉跟白醋还有冰糖，也是要3-4个月的发酵。发酵的时候，你们如果一两个月的时候，你会看到里面有很多白白的那个乳酸菌，那个菌在里面会看到的，啊，很多。这些无添加防腐剂、自来水、色素和人工味道的天然有机红毛榴莲酵素和醋，富含丰富的活性成分，能为身体带来许多好处，而且是可以长期服用，安全又健康。酵素第一啊，我们是便秘的人，便秘的人因为有时候很难，他们很难去厕所，很辛苦，所以我们就喝了这个酵素啊，它使你每天容易去很顺畅，因为它可以啊蠕动你的那个肠道，给你排便顺畅。然后第二是排毒，排毒因为我们每天吃外面的蔬菜水果啊，或者我们的现在的饼干啊什么，很多都有那些 chemical 的东西，化学的物品跟农药，我们吃了啊，我调查了差不多，我看啊有70-80%了，那我们每个人你去验血都有很多的那些重金属成分，久了就会致癌了这个成分。所以酵素它可以排泄我们的毒素、重金属那些，使我们没有这样容易中癌症。醋是可以帮助我们养颜美白，因为醋你看啊，已经可以讲几百年、过千年的历史了。中国以前古代的时候，他们没有医药了，他们打仗受伤怎么样？就是拿醋来杀菌，
这个是有根据的，他们写出来。第二粒还可以给我们软化我们的血管，因为我们有时候手脚啊会麻痹，手脚麻痹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血液不通，血液不通了，你喝醋它可以软化我们的血管，给我们的血管顺畅。许文海补充，虽然酵素和醋乃天然发酵植物，但酒精含量高，不适合三岁或以下的小朋友及孕妇服用，而且饮用时也必须加水稀释。酵素喝下去，你有一点那些酒精的香味跟那些红毛驴的果香味，醋呢你喝下去呢，它就有好像比较你喝汽水的感觉啊，它也是偏甜一点，而且我们的醋啊，我们拿去热了啊，我们的糖分啊，它是20%的糖分都是果糖跟葡萄糖已经热出来了的，都是好的糖，健康的糖。红毛榴莲叶茶也是另一个热销的产品。许文海说，他们采用的是红毛榴莲的原叶子，并坚持不掺入树脂，以完整保留叶子的成分。因为我们种植有机的水果，所以我们不能打农药，因为茶叶我们要拿来泡来喝的，所以打农药对我们身体就不好了，所以我们 organic 的茶叶我们就拿来这边先杀菌，杀菌了才拿去晒干，晒干了过后我们就会拿去有一个大型的机器来炒，超过100多度拿来炒，炒给它干了我们才拿去磨粉，磨了粉我们就进了那个里面的袋子了。全世界都知道红毛榴莲茶叶它制成茶了可以杀死我们的癌细胞跟我们肿瘤的那些细胞跟痔疮那些。除了与红毛榴莲相关的产品，他也在一个机缘巧合的情况下发现番石榴叶具有抗氧化能力，可以帮助预防和控制糖尿病，于是将果园里的番石榴叶子开发成茶包，成为另一个备受糖尿病患者推崇的产品。我有一个朋友，她的婆婆糖尿病，他就每次拿那个番石榴做茶来喝，喝到他的糖尿病患者好去，所以他就知道我是做 organic 的，他就跟我叫我拿那个番石榴的叶子给他，他就拿来做成茶包茶叶，他就送回给我2000包的茶袋，小小包的啦，2000包，我就拿去送给我的朋友，很多我就问我朋友谁有糖尿病，我就送给你。2个礼拜过后，就有几个朋友又 call 我了，怎么他们去验了，他的血糖降低了，有些降到那个不危险的水平哦。那时候开始，我又这么多那些 organic 的东西不要浪费，我就拿来做这个茶叶。这个本地制作采用天然有机种植农作物所开发出来的产品，不只是许文海的心血，也是他的心愿，将健康带给大家，让每个人都能享有康健的体魄，远离疾病，实现全民健康的最终理念。前线视窗采访报道。